天气渐渐转热，也到了长病毒的传染季节。那么，县政府卫生局就特别加强防范长病毒的预防宣导工作，邀请麦当劳叔叔来入去校园，甲小朋友互动，透过趣味的游戏，甲小朋友耍做伙。伫咧佚佗当中，宣导骨力洗手的观念，以及正确洗手的方式。嘛，希望讲会当让小朋友将这个观念带返去厝，来降低长病毒感染的机会。登病毒来啊！要安怎做才当预防登病毒呢？然后搓搓手，湿湿手，好，关起来，记得不要浪费水。当然，骨力洗手是上好的方法，唔，那是爱骨力洗手，啊，佫爱有正确洗手方法。有小朋友上喜欢麦当劳叔叔来教大家洗手五个方式，和小朋友建立正确做法佮观念，对当有效预防登病毒。没洗手的话会有病毒，是搓冲捧擦。然后呢？然后吃饭前也要洗手，赶走残病毒。对啊。还有呢？才不会生病。我学到能洗手。可以赶走肠病毒。天气渐渐转烧热，又过到了长病毒发生的季节。为了加强预防工作，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提早启动预防宣导作业，特别跟麦当劳叔叔之家儿童慈善基金会合作，巡回全国各中小学举办预防长病毒骨力洗手的宣导活动。我们希望在夏天还没来临之前呢，在这个三月底四月初这个季节呢，能够在各学校、中小学包括幼儿园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洗手运动的一个宣导，至少在县内办理100多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宣导，希望能够借由正确的指导洗手的正确洗手的观念呢，来让小朋友能够注意到洗手的重要性。就有活泼趣味的佚佗方式来甲小朋友进行互动，小朋友的反应是相当热烈，嘛，互骨力洗手的观念会当真正落实甲小朋友身上，并且希望有小朋友将正确观念甲做法带返去厝内，甲家长同齐做好，才会当有效预防长病毒的发生。记者吴兆成采访报道。